10:40 a.m. early in the morning. Roadblocks. Oh, because people from Yuanli, Miaoli County, far away by tour bus, a small town, a small fisher town. Has come to the Ministry of Economy Affairs Taiwan to protest the government's black box operation, making crazy turbine spreading along the west coast of Taiwan without safety regulation and other concern. Asking the Ministry of Economy Affairs doing their job, making safety regulation for the wind power's energy policy. 可是在其他国家都有风车的安全距离的规范啊，为什么台湾就没有？难道台湾人的命比较不值钱吗？世界先进国家都没有安全距离，都只是建议值，所以台湾也不需要。可是能源局不是之前承诺说3个月之内要研拟出安全距离的规范吗？现在到底研拟的怎么样了？到底有没有要定这个安全距离的规范？我们还在 study， 我们还会 study， 我们只会 study， 我们会一直 study。你好，所以让我们来 study 吧。这个行动剧呢，就是在表达英华威跟能源局他们借由风机不断的吸钱，然后一直迫害我们前面的乡亲。那他们只会躲在这个黑箱里面进行他们的黑箱作业，他们的安全距离完全没有跟我们在地的居民做沟通，他们完全只做黑箱作业。我们大家一起喊个口号：经济部出面负责，经济部出面负责，制定封车安全距离，制定封车安全距离，经济部出面负责，经济部出面负责，制定封车安全距离，制定封车安全距离。Shouting out again, they are not against green energy and wind power. 这些老人家，他们赖以为生的区域。They are once again accusing the Ministry of Economy Affairs doing nothing about the safety regulation. Only that the corporation and wind power business people making their own regulation without people's concern. 请问是哪一个单位，哪一个职称？是那个，我这边是代表经济部，那我授权来借你们的陈情书，那你们的申请不晓得陈情书在哪里？请问怎么称呼你？我们要知道你的相关职称跟姓名。你好，我是许科长，业务室。好，今天经济部的这个许科长哈，来借我的陈情书。咱今天吼要把咱的陈情书给予伊。咱今天的陈情书讲，就是伊的安全距离，伊拢是黑箱作业。阮要求经济部伫一礼拜以内，一定爱一个公开、一个透明、用来互乡亲讲话的一个安全距离制定的会议。我们希望经济部在一周内可以公开的邀请当地跟风车相关的自救会进行严拟安全距离的这个公开会议。阮今仔甲我的定金书，后壁阁有每一个国家，
礼物，希望经济部在一周内可以，你可以答应我们一周内可以开一个公开的安全距离的审议会议吗？你们的诉求哈，我们这边听到了，那我们会谨慎的评估这个事情，谢谢。请问你可以答应尽快的处理这件事情吗？不然我们的抗争争议到什么时候？对不起，你得把陈情书给我。你愿意答应我们，就是在一周内进行尽快。你面对一会，我们一定会的。请你面对我们的乡亲。科长，我们可以中间坐。科长，谢谢。好，你先做个访问吗？